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发菩提心是什么？真相心，有净土，有阿弥陀佛。真正发愿求生净土。啊，真信切愿，就是无上菩提心，欧耶大师说的。啊，一心称念就能往生。欧耶大师说的好啊，不必功夫成片，不需一心不乱。那经上讲的很清楚很白，只要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佛就来接引。那么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，是放不下了，杂念太多了，妄想太多了，欲望太多了，烦恼习气太重了。不要说祖师来，我们回不了头。释迦弥陀自己来，恐怕我们还是回不了头。为什么？如果能回头，他就真来了。他没有架子。我们真心哀求啊，他就跟我们见面，现身给我们看了。啊，所以一切都要放下。啊，至少我没有帮方法帮助别人往生，我自己要往生净土。啊，这一生这个机会。缘分一定要牢牢地抓住。啊，所以这是你看真心长夜了啊，惊觉昏迷。我们总是在昏迷当中惊觉不了。那么一旦寿命到了，你有没有想到马上就是六道轮回？六道轮回到哪一道去？在我想象当中，地狱道的成分最多。为什么？我们遇到这样好的法，没有认真修行，这个罪就很重啊。没有遇到不要紧啊。啊，他没有缘分的，我们遇到了。遇到了不能一教奉行，不能在这一生解脱。啊，往生成佛，还搞六道，那我们可以想想，我们造作地狱的业肯定有。就在学佛当中，就造地狱业，自己不知道啊。我们有没有障碍别人学佛？有没有让别人在佛法里面生起疑惑？啊，退转信心，
如果有的话，这就是地狱因了。我们没有认真依教奉行，让外头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你看修复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这个罪名就是地狱啊。所以不要以为啊，修复一定会升级落实，不会堕地狱。慈云观定法师在《大师至圆通章疏钞》里面最后的一页列入念佛人100种果报，第一个就是地狱。他说的好啊，说的有道理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没有警觉。那下面再说，因生善信，停息诸苦，因生功德，并如众也。啊，众生，其他的因生也有啊。啊，讲经的功德，念佛的功德，念咒的功德，啊，那么都有这个无比殊胜的利益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的因生善信，他有没有把我们的善心研发起来，有没有帮助我们停息诸苦，就是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现在就得到啊，真正契入境界，法喜充满了，欢喜啊。下面又说，又众生著有真言，种子字，大乘经籍，众上一定有这些。啊，真言就是咒。啊，像往生咒，净土宗的常常用这个，一般用大悲咒最多啊，藏传里面普遍的，我们到处能看到的六字大明咒啊，那么还有刻的大乘经籍啊，这个中壮一生，这一些经咒，随着因缘文呐、啊，啊，法音变法界，普度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民众一生借如转送众生所居一切邪密净法啊，这个中我没有见到过，但是我听人说过啊，过去这些大德们说过，大陆上贤首宗大殿上的钟，大钟里面所住的文字是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
住在中的生命，那敲一下就是一部《华严经》，不少啊，《法华经》的也多，随着天台宗，天台宗中是《法华经》。那密宗道场多半是咒语，所以这是业，这个民众一生呢，确实真法愿闻。用这个来比喻说法的人，夜夜深中啊，皆遇无量妙义啊，中敲一下无量妙义，说法人也如是啊，所以说法的人要用真心，至少没有名闻利养，远离七情五欲，啊，七情五欲离了，当然还有习气，啊，随缘随缘，是恒顺众生，但是心里头不落印象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也就是说，不放在心上。六道凡夫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全放在心上，所以他的心是染污的。那真正修行人，他修什么？叫修行人真有功夫，他不放在心上啊，他心地清净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这个法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那他跟大众接触一团欢喜，满面春风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心上呢一尘不染，叫真功夫啊，这真修行人呐、啊！啊，佛所教我们的，我们净宗来说，三福六合。三学六度，十大愿望，全部都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心怎么样？没染，没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心保持这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，就放在心上就迷了，就染污了，就不平等了，就迷了，不放在心上，心永远是清净平等，就一切时一切处都保持住啊，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。说法人这样说，修行的说法人
他夜夜深中有无量妙意，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那我们可以从黄念老的报恩坛里面完全体现，你听报恩坛越听越有味道，舍不得放下，他有这么大的舍受力量，让你听到法喜充满，让你听到断疑生信，让你听到会跟他一样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24章的第17章48愿的第35愿，一生不出愿。那请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彼之一生不出。啊，这经文又章中看注解，所有众生啊，注意所有这两个字啊，为什么呢？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只要真心切愿，这所有众生我们就有份啊，生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得的利益是究竟彼之一生不出，你决定成佛，视为第35愿，一生不出愿。一生不出，一转身不佛出啊，你在那里当后补佛了，哪个地方跟你有缘，那个地方的佛视线入般涅盘了，你就到那个地方去补这一尊佛的位置，那你在那里后补啊。跟释迦佛一样，没有碾压啊。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如今如同今天，都率内院中的弥勒大师、弥勒菩萨一生即不佛位，他在都率天寿命到了，他就到这个地球上来降生啊，在这个地球上成佛。世尊是衔接第四尊佛，弥勒是衔接第五尊佛，不佛位啊。这个就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，余有一生在，当成一切智，一切智就是佛啊，他还有一生，现在在兜率天
啊，必须斗率天的寿命到了，他一下生就做佛了，就成佛了，是他余有一生在，当成一切智。啊，是名一生不住。又如慧俗说，一生不住者，是等觉位，尚有一生无名。具足应该说，一分生相无名未破，故曰一生。此品无名，其力最大。为此后心，以金刚智破除，即不妙觉之位，故曰不处。会书里头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明白，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，在华严经上41位发生大事啊，从十住开始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40个位置，十地上面就是等觉。那就是后不佛，啊，那么等觉位还有一品无明被破，啊，这里说一生无明，啊，具足就是详细的说，是一分生相无明被破，你看看这个名词。生相啊，下面说此品无名其力最大，它的能量最大，大在哪里？慧能大师在坛经上告诉我，能生万法啊，就是这一品叫生相无明。相是现象啊，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啊，在佛法的名词啊，是境界相。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就是物质。转向就是念头。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自心流出来的。啊，自信流出来的是真实的，是平等的，但是这个里就有阿赖耶起作用，阿赖耶把这个境界转变了啊，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就是心想事啊，心想是莫那意识，就这样造成的。啊，所以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跟现在科学家所看到的完全相应。啊，所以佛教里头没有造物主啊，没有受到神，没有
佛讲自心，讲真心、妄心。真心能生能现，妄心能变。把真心所生的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啊，完全是念头变的。所以佛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啊，跟我们讲到啊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相随心转。这很重要啊！那今天我们居住的地球，这个现象，我们看到了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怎么样？啊，乱成一团了，毫无秩序啊！为什么我们的念头乱成一团，我们的思想乱成一团，起心动念把正知正见丢掉了，邪知邪见了，把邪知邪见当作正知正见，变成现在这个世界。啊，在中国过去，汉唐盛世怎么成就的？儒释道三样东西都落实在人心里，都落实在行为当中，啊，端正众生的三业，好，啊，三业所行呢，接近菩萨了，啊，这就历史上所传的盛世。太平盛世啊，啊，也是念头转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这世界能不能救，难。再严重的灾难都能救，怎么救法？美国布莱登博士说得好，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觉悟，弃恶扬善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的秩序就恢复了，地球上的灾难就不见了。他说的话，佛经可以给他做证明。那这是个科学家，他说这个话是2011年在悉尼讲的。那个时候科学家举行一个会议在悉尼，他们的报告做出的结论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只要念头改变了，地球的磁场就变了。啊，这就是相由心生嘛，境随心转嘛。心好了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样样都好。啊，心不好，灾难多啊。啊，你看佛经常告诉我。
啊，灾难从哪来的？水灾，贪心所干的。现在这个世界哪个不贪啊？而且这个贪心是没有止境的。没有止境的贪灾赶的是水灾，那么将来洪水是没有止境的。会把大地都淹没，我过去住在澳洲图恩堡，这个城市是在山顶，决定不可能有水灾啊！居然前年发生了一次水灾，还死了几个人啊，损失很严重。我没有在那个地方，以后我看到市长，我向他请教，这图恩巴的水灾是怎么回事情？他告诉我，雨下的太大太急啊，虽然在山顶上，它水的一下流不下去，一个小时就流光了，就没有了啊，所以灾难的时间很短，一个小时啊，但是损失很严重，水淹掉一层楼，啊，这个也是人心所感的啊。现在这些年，我们在那住了13年，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温馨晚会啊，跟这些朋友，特别是这19个宗教，他们都会到我这来用晚餐来聊天啊，或者是给大众讲几句话，宗教团结起来了啊，人心变善了，大家都有个愿望，我们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有这个念头，这个地方不会再有灾难了。真难得啊，这一次我们在巴黎的活动，图恩巴宗教代表团参加了，在大会做报告啊，而且主动邀请联合国这一些大使代表们到图恩巴去参观去考察啊，去指教，好啊，啊，所以今天诸位要问哪个地方安全，你就看哪个地方的人心贪嗔痴慢疑这个分量不够，这个地方灾难就少。如果这五种在佛法叫五毒啊，贪嗔痴慢疑五毒啊，最不好的念头啊，如果这五种很严重，人数很多，都很坚固执着，这地方灾难就重。
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，确实有体验，真有感应。所以国泰民安了，要注重什么？要注重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！只要把这三种教育教好啊，这地区少灾少难呐、这是真理呀、在历史上找到证据啊！国家地方要重视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只要这三种教育搞好，天下太平。